中哦，因为我们说我们这边传香跑台北，也是有一段非常多的故事渊源。对，你想知道这段故事吗？我等一下讲给你听。谢谢，欢迎来连和平客弟弟等，感谢。非常感谢咱的和平哥弟弟长来自咱家人哦，咱的正式宣传队共同参与的，非常感谢，谢谢。好，刚才讲到呢，我们呢，咱的弟弟朋友就是来自咱和平朋友，就花费朋友就好，这是咱的弟弟朋友，好在和平花费朋友就是万家之宝的阿爷。
知道我迄天返去维州租的时阵，大家拢知影维州的租金非常的大，因为伊的另外一个店内底就有共奉四海龙王，代表四海升平日，妈做起海旗，所以他有共奉四海龙王，等于是四海来朝，代表对那个海面都能够的平平安安，反正这些能够的出海去偷偷起来，在我们这些的跑海人，就是妈祖啊，不是跟我们看到的千岁将军啊，他除了四海龙王，甚至他还有他自己的股票的水雀仙班，对，水雀仙班，嘿。哦，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动哎，跟那里维京中有看到啊，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少见看到四海龙王的身影，是是是。所以今天这场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真的是，非常的压箱宝到哪里，非常值得哦，真的是非常值得。人家讲的嘛，四海平安，五湖升平哦，四海升平，一境内稳，境内平安。恭喜了你在民居住的周边来对它还有很多历朝历代对于我们妈祖文化推动有功的各位功臣都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历代这些是先祖们啊能将自己这些心力奉献在这个推广上，我也真的觉得很感谢他们，有他们这些文化的传承，我们才可以代代延续，才看得到。是是是，真的是各表各白啦，因为刚才要讲咱妈祖发起在宋朝嘛所以从宋代之后呢，我们海神的信仰、妈祖的信仰、圣母的信仰、天妃的信用一直都为咱的这个天妃加咱的天庙，对，这个一路的严格也要靠着各朝各代的人来做这个，算是前瞻计划。的这个对，其实不文化交流，妈祖自己也很努力，从天后天妃跟天妃，而且我觉得说那人跟神都一样，都是要练习进阶的，对，要考核嘛，晋级考核，对。好，咱这摆看到的嘛是咱的圣驾车为遮有咱的台北、台中还有甲咱的。这是咱的中华啦咱的来自国有庙，比如说咱的天上圣庙圣尊咱的天上圣庙咱的圣驾你咱的圣驾车宾馆，来麻烦大家后退一点点，谢谢，来小心安全小心安全，小心安全。会被唐老鸭的脚。好，大家注意注意安全，麻烦大家。我是希望不要用到我的角色。对呀，其实出门在外，不管是看老爹的，还是公婆来给咱倒茶缸，其实就是平安健康最重要哈。出门开心，平安回家。是，来后一台咱看到咱的圣驾车，这赶快有来自咱的为咱的北港人咱足侪咱的圣驾都伫咱的圣驾。是，对，还有咱的太平嘛等等。哇，非常感谢这次大家做伙来给咱参悟，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特别非常特别的四面佛？你有看到不？我觉得台湾很不一样一个地方，是一个文化融合、大融合的一个地方。是。